天来安排一个超好玩的小蛋糕，准备吐司和好吃的冰淇淋。像这样把冰淇淋放到吐司上，把多出来的部分切掉，重复同样的方法，这样码三层就有冰淇淋蛋糕的感觉了。最后淋上一层巧克力酱，这样仪式感是不是满分了？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，替你们原吃一口，真的一百个赞，好吃！冰淇淋我用的随便和三只松鼠联名的坚果大咖系列，这个很夏天的甜品颜色是高档的海洋口味，清新海洋包裹的大颗坚果，吃一口好像来到了吹着海风的海边，夏威夷果朗姆酒口味也是宝藏本藏，咬一口丝滑醇厚，双重口感，舌尖融化，绝了！想吃冰淇淋的小可爱可以去评论区囤货啦。有一种人间美味是土豆遇上芝士，这个味道保证你吃一口就忘不了。先给土豆按摩放松一下，烤熟或者蒸熟，切一根下来把中间烤红，加火腿丁和加盐压成一根，再把它们全部煮熟的肚子，最后表面撒一层芝士碎，180度烤10分钟就可以了。松软拉丝又有料，真的是全家都爱吃的。3、2、1，吃了不会长肉的小蛋糕，来点酱油，手打的蓝莓酒泥加一勺松软，搅拌均匀。这个蓝莓蛋糕的原料真的超级，原料和做法也很简单，全部搅拌均匀就 OK 了。记得冷藏够5小时，完全凝固了才能吃啦。冰奶3种甜品，很情话，很适合想吃甜。Ring ring ring， 希望听到你说嗨。拉长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，绝不漏接。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和谐里。外面排长队都要买的刨冰，其实在家用豆牛奶就可以做。这些豆牛奶都是我用来做刨冰的。趁老妈不注意，用一下它的刨丝器，1分钟就可以实现刨冰自由。再加一点西瓜和芒果，用我可爱的小冰铲冰镇一下，开始化掉。每次做一碗总是适合，这次做二碗，还加了一碗红豆，也加上小冰铲合着，可爱的小叶子给你带一下，这样是不是超有气氛？我还有好多冰铲，精致又可爱，你们是不是想说拿来吧你？一边吃冰凉甜滋的刨冰，一边赶紧看比赛，决定要再来加油啦！真的太香了，吃一口就能像你们小花卷，好吃到今天一上桌就被抢光了。这个和面的比例可以定一下，400元，面和油光滑的，那就自我膨胀了。再来调一个花卷好吃的秘诀，融合油酥，最后把发酵好的面团擀成面片，均匀的抹一层油酥，再从一头卷起来，切成这样的小块，然后再这样这样，花卷就做好了。好的小花卷新鲜好吃，因为我用的金龙鱼核桃冰油雪花粉，麦香浓郁，口感细腻，蛋白质含量高，面筋质量好，吃起来很筋道，口感应急棒。不用烤箱就可以做的盒子蛋糕，你喜欢抹茶口味还是牛乳？把它们搅拌到均匀细腻，然后过一下筛，上锅蒸30分钟，再揉成糯米团，抹茶味加了3克的抹茶粉，擀成长方形，放一条豆沙，卷起来切块就可以吃了。外皮里加了柠檬薄荷润喉糖，软糯清甜，超赞！搭配一杯港式豆浆茶，茶里我加了一点瑞士进口的原味利可乐柠檬糖，自然香草味清甜而好，而且非常不负担。打包一点凉糕和润喉糖，给加班的时候送过去。夏天到了，祝大家也吃得开，周末快乐呀！今天是我做的最简单的酸奶蛋糕，满满的爆浆流心，而且简单到满满热也清爽。只需要2颗鸡蛋，加一盒酸奶，很快的搅拌一下，再加焦糖，再放上面粉，蛋糕糊就做好了。先过筛一半蛋糕完，加2枚芝士碎，再把牛奶一起蛋糕碎，再把剩下的蛋糕糊全部加进去，烤箱最上层加上锅，舀一勺凉水爆浆，还有咸蛋黄，绝了！今天这个好吃又好玩，又
到了三种材料，着急的抹完色系的桃子，洗干净去皮，切成小块，再加一瓶酸奶，这个酸奶里面加了白桃的燕麦，口感超好，把它们改成鲜桃奶昔。加巧克力，加一点牛奶，和刚才的口感奶昔混合均匀。没有模具的话，可以试试一下美丁格模具，口感一样超级赞。最后把冻好的小桃子插一根牙签，均匀的裹一层融化的白巧克力，蜜桃冰淇淋就做好啦。超好吃，还有淡淡的桃子香，用了这么多酸奶，这个任咬一口牛的桃花饼、白桃燕麦酸奶超适合做冰淇淋，而且纯生牛乳发酵做成冰淇淋也很有营养。周末快乐呀，清凉又解乏的水果冰桶，边喝边追剧太爽了，可以用冷泡茶来冻冰球，喜欢吃的水果每种都要来一点。最后加满雪碧或者柠檬茶，一定要满满一桶才够夏天。美团外卖点的炸鸡也到了，边吃边喝简直是打工人一周的高光时刻。对啦，5月18号是美团外卖神券节，大家可以跟我一样定时上美团外卖领18元神券，直接去小镇就可以领6189次支付神券，满领减18元哦，也可以直接去服务区领。祝大家也吃得开心，难怪最近芝士土豆饼火了，优酷坛一口爆浆，是我觉得土豆最好吃的做法。找你温柔贤惠的男朋友帮忙来一下洗的泥，再加一点调料，把它们搅拌到融为一体，分成8份，这样按压一下，中间加芝士碎或者芝士片都可以，换成这样的小圆饼。下锅前先牛头奶菜，点一些啤酒和冰淇淋，这样一会儿做好可以边吃边喝啦。冰啤酒到啦，7月17号到7月23号是牛头奶菜的啤酒冰淇淋节，3罐啤酒5折起，冰淇淋划算到冰镇买一送一，超值啊！而且最快30分钟就能送到，到家还是冰冰凉的。周末的晚餐真的能一扫整天的闷热和不开心。如果有一天你们家可能到只剩下鸡蛋，不用担心，试试这个只需要一口锅就能改变的世界，只需要三颗鸡蛋、盐、一勺糖，把3颗蛋清打发到这样弯钩的状态，再和蛋黄和绿油就可以下锅啦。你多刷一层油，记得开最小火，盖上袋子5分钟就可以了。先开袋子，把浓郁的蛋糕香味，这刚刚的质感也太绝了，很适合疫情期间宅家的平价小孩和烘焙新手。真香，这是今年夏天牛奶最火的吃法吧？材料很简单，做起来也没有任何难度，直接在锅里加入材料，就这样开小火搅拌到浓稠就可以了，放到冰箱里冷藏几个小时就成型了。最后切成小块，表面撒一层奶粉或者黄豆粉，奶香味超浓郁，比雪糕好吃。